而且空岛我也可以盖一个东西叫做墨鱼农场、乌贼农场啦、啊，那个还蛮好盖的，就是你只要在水平面64到70吧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哎、欸、忘记了，我要再去查一下。反正之前在哈基的空岛那边有盖过一次墨鱼农场，效果还不错。没有土了，对耶，我拆掉了啊。要盐的话，要从另外一边盐哦。我在干嘛、啊？嗯，真的是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想弄一个影片，就是各种方块破坏掉的声音的说辞，因为每次后置只要听到泥土挖掉的声音，就觉得很爽，那样子。嗨，你怎么有空来看？我靠，快睡着了，赶快睡觉啊！去睡，挂着台去睡觉。没丝绸，讨厌，真的是讨厌哎！啊，我要去看那个啦，我要看一下那个。我记得土的话，他用……哎、欸，给你看这个，你还没看过这个对不对？这是我盖的，为你介绍，这是我盖的神怪塔。那啊，我要看这个啦，白痴哦、喔！那时候要为什么要黑橡木原木，就是因为要草地啦。不然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对面接过来吧，可以吧？看一下哦、喔，来吧，丑陋建筑啊，不行。你干嘛？为什么要盖中间呢？因为我怕铲掉之后，它往左右两边跑掉。会不会接到嘞？会不会接到嘞？4、3、2、1、0，哈，差两个，算了啦，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白痴不是啊，我们箱子里面还有多两块，多三个土哦。OK， 完美。好了，这边先暂时封印吧，砖。虽然那个要不要用耕地啊，不过我还是想用草地先让它有一点样子在，就是哦，顶着这个好不舒服哦，不管单人好，不摸。哎、欸，小罗小驴子。欸、怎么就是没有生牛啊？哎、欸，不对哦，我发现少了一只驴子哦，应该说少一只马，应该又变成树的肥料了吧？
我要叫你一花吗？一花又怪怪的，可以叫你原本的名字吗？跟你讲，我的这边这些树会吃肉，很恐怖。我要那么多，这个干嘛？可以哦，哦，罗塔，没有啦。稍早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生鸡肉也不是我杀的，这个生猪肉也不是我杀的，这个生羊肉也不是我杀的。啊，这个皮革是啦，这些都是树杀掉吃剩的，然后我捡到的。厉害吧？你说羊不止羊啊，还有猪跟鸡。哎呦！啊，我没忘记种了。绕一圈，再绕。好，嗨。哒哒哒。哦。睡觉了。是啊，怎么感觉今天的效率好很多欸？这个是肉，虽然后面这一仓都要扔光，然后不要，然后先扔掉。嗨，小鸡，我走下来了。哇，不够放了欸。咕咕咕。啊！欸，我去挖个矿，我要滴眼药水，所以。让我滴一下眼药水吧。最近发现我滴眼药水的频率越来越高嘞。我们再来四。嗯，先上课好。我要。做两把，好，我要滴眼药水哦。选项按键设定，左键 P，
完成，完成。哎呦，弄个木桶啊，对，木桶的空间会比那个吗？箱子大吗？我觉得木桶的设计其实我还蛮喜欢的、欸。等我一下，我滴眼药水，我回来再看。我眼睛先闭着休息一下。应该可以避到稿子爆掉吧？啊，我休息一下、哦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怪物生成的数量跟生物生成的数量是不是会冲突到啊？那如果这样子牛啊鸡，哎、欸，牛鸡那些养太多的话，我记得怪的生成量也会减少，对不对？欸、好了，我已经张开了。木桶跟小箱子的容量一样啊，一样，为什么要做木桶啊？所以木桶是干嘛用的？就只是单纯好看而已吗？便宜一点点哦，其实那没差欸。木桶杂盒啊，杂箱，为什么不会显示已经解锁的啊？我解锁这么低哦，还是这是身上可以用的？上下半砖哦，
喂喂喂喂喂，放尊重哦。都长大了嘛，都长大我就要看喽。我来走，我来吸收贝多芬。木桶可以让我……不是啊，我现在要村民干嘛？哦，原来是给那个变村民的哦。包。包，吸收贝多芬。完蛋啦！木头真的爆啦！懂砸啦！想一下怎么办哦？木桶。还是乖乖分开分开种吧，不然树苗会越种越少。你干嘛贴我那么近？他后来在想，我种之后应该都是种橡木吧，所以我在想我要放什么橡木，一二三，然后这边好可以，那我们就这个放这里。哎，土没还我，啊我的土嘞，哦，再来是橡。三六个一，十二，六个，狗屁呀、啊，二。我就是怕这样子，可恶！不要逼我，你们这样子真的是给我下去！你想死啊？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哦哦，你这是臭猪！
不是，重点是我根本没有丛林素描啊。是你们逼我的，你这些臭生物，拜拜！你这些畜生，不是木板，放地毯就好了，放地毯就好啦。嘟嘟，你还想上去？你给周游下去哦。